大家好，我是三明，我又来了。今天这个湖南名菜江南鸡爪，江南还是那个江南，鸡爪就不是以前那个鸡爪了。开干，准备两斤鸡的左手，洗一番菜，加下冻。单手修条指尖，再给下刀。大哥，点火哦！又在开干，开干。冷水下入鸡爪，葱姜、料酒，烧开小水，准备辅料大量的生姜，要不然就姜了，全部切片。干海椒一大把，饭拿出来用清水洗干净。现在就开始姜来了哈，烧油。卤出油完，下入姜片，再出姜油哈，沾到姜片微黄哈，放入鸡爪，一起煸炒，再放入干海椒，放一点香辣酱，炒出红油，放一点生抽。一点点老抽上色，再加入啤酒，加入条件好的放两瓶，再放点胡椒粉、白糖调味，盐巴少许，烧开后转小火，压过20分钟。大火收汁，再放少量鸡精，要得了起锅，最后点缀葱花儿吧。这样一份湖南特色江南鸡爪送给大家，就这个江南鸡爪本儿，我后几天评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本儿麻起，来哟，我请哦。要得，看看。上我这个江南鸡爪嘛，整怕的，我害怕你整不懂。特又加了10分钟啊。来不来？有点来不休。有点来了，我还有点来嘞，你都是啥？我好像江波晓得不？江南口。那口吃得腥，他要两人没良心，这个原来当一要下酒的话，怕轻点就喝醉了。我晓得，我晓得，晓得啊。还有，这猪脚爪也通灵哈，这样拿来做啥？虎皮爪就巴适了。这晓得做啥子做？还做酸菜肉儿汤，来来来，我昨天我做点来哈，就买这个海椒菜包的了，做点来个。啊，我鼻子难受。啊，真的叫海椒？我不来叫海椒是不是？不来叫葱水儿。哎呦，好嘞，舒服，哎，来甩出来啊！来完以后我甩一下。这点根根都是烂的啊！请我，这个菜我觉得可以改个名哈，叫火辣辣的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付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明，我是我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